大家好，我是小梁。今天我老罗又来广西这边找蕨菜了，今年可能也是最后一批了。你看我把那边走过来，已经拿到了这么大一把，哈哈，还可以，觉得我们还我也捡到了有一大把了，你看。哎呦，也还可以啊。你看这里，好嫩一条，好粗一条。啊、这里，这里有好粗的一条，在这里。这一批它，哎呦，好脆的，你看。都断完了，可惜了。今天又那个脚边那个还有，哎呦，有，这里。哎呀，还有很多啊。嗯，这里还有，你看，这一批算少了，是不是？来完了，我们那也准备最后拿一次了。你看这里，哎呦，这里，哎呦，那里面还有个，很多吗？里面有很多，是不是？啊。啊，还有一根在这里。哎，我这里都看到，你看。是啊。这里一根，这里。哇，很多。你看，这么大，你看那里还有一个啦。这个短一点啦。不短啦，这个够嫩啦。哎，这里。啊。这里草底下有很多。是啊。你看。哇，好几下的多啊！怎么样？你看，这里，你看这里，啊，这里，你看，哇，还有这里，哇，好粗好肥的，你看这里，啊，里面还有很多，对呀，看。一下就捡到这么多，是啊，还有这么粗一条在这里。哎呀，这个是绿色的，跟那个草差不多，没看清楚。哇，这里实在太多了，嗯，哇，哎呀，光这里都五六根，嗯，这里面还有，哎呀，这底下还有，哇。一下子就捡半袋，三嫂，你捡到多少啦？好多、哦。好多啊！有没有一袋啦？两袋啦。两袋啦，那么快？我这边也好多、哦。真的？是啊。连哥，那边好像有人对割了。真的？真的嘞。有好多美女啊，那边。哎呦，这里好多啊！哎，啊，这里。哎呦，全部是绿色的蕨菜，这是最好吃的蕨菜。哎呀，要爬上去了是吧？你看，今天拿了这么多，哎呦喂！我这里还有一袋。对。哎呦，三嫂。
往哪里走啊？哇，这么陡的这个坡。三嫂，我看你们比过我和小梁捡的多。没有没有。你看，你多你多你多吧，我没有力气了。哎，你看，你掂一下，我们这个很重的。你看哦，我们两个大袋这么。哎呀，我们也两个袋子。今天还可以啊。哎，放到车上去。